我们已经来到豆拍会场。没错。好紧张哦！我们三个人后面都是敌人，整群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我们没有人没关系，我们要对付。对，唱歌。好好好，小尴尬，小尴尬。等一下，其他地方强，大家想气势很强。在搞什么？还要自己做衣服？啊，对哦，那个脚是两分哦。旁边就是世界球后小戴，他等一下看我们打球。听说他今天是来当摄影师的、啊，鞋子都没有折痕，全新的好不好？只穿了第二次而已。我们要感谢那个台湾胜利，提供我们这个战队，赞的，迈向胜利，开的也是很帅的，很帅，我觉得很好穿，鞋垫很猛。为什么你都有反光那么帅？我也不知道。bling bling 的，这个是 bling bling 的，没有，变色龙颜色。有穿羽球鞋，跟没穿哦，那个速度整个不一样。球鞋要求刹车跟包覆，侧向包覆很好，不太容易翻车。嗯，然后他的那个脚底那个抓地也很不错，真的有差。我们刚换完衣服走上来，哇，沿路的关注度都在我们身上。不是，这手上的这个有点压力耶，只有蔡哥是嘛，我又不是。终于来到我们的 Reebok 豆拍决，这不是决赛，会外赛会场，算对，算是一个预赛啊。对啊，今天我们也算是赛前准备了两三次，但来到现场，哇，整个吓到哎！其他队怎么那么恐怖？其他队要么看起来超专业，要么加油团很多人。你看他们，这全部你看到都是同一队的加油团。啊，你看我们凯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总成都已经800，真八百，真八百，我再抖一下就变球。那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会进行一个这个啦，哦，两场各循环一场哦，就这样打上去就可以去决赛。赢了才可以决赛见。你看这边我们今天的这个对手非常实力坚强啊，影迷铁粉偶像男团。我们三个看起来就比较獐头鼠目一点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我们今年衣服至少来这边先赢一半。我们这是决赛的那个伙伴小戴。必须要先搭拢一下他的关系，他的比赛着用款必须要，后面还有他的名字。OK 啊，我们再来热身一下，我们开始。偶像男团，台湾 One，他们穿跑步鞋。OK， 我们练习的时候，跑步鞋会有点撑不住。我们等下吊球吊起来，就一直前后吊。对，前后吊。Okay、先一半，我们这是那个战术，凯特别练了一个绝招，对，就只有他可以掌控，全拍，全部都靠他了，轻轻松松点球。结束，哇，对手太强了、啊，我们刚跟我们训练强度完全不一样，但我觉得我今天太紧张了。对啊，我们这队，但没办法，因为你实力压迫的时候，你就会逼受迫性。没错，我刚刚突然感觉到那个小戴在比赛的时候，那个心理有多强，太可怕了，心理素质要多高。我们刚一个汇丰落空，哇，一落千丈。对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。就换运动，没关系啦。我们2月3号去约吃饭。对，没有，但是我们会去看啦。好，我们会去看啦。下一场对手，我们下一场对手已经在后面热身了。台湾偶像男团 911。现在那个气势呢？他们是输了一场，然后看一场。现在
气势还 OK， 我们是刚输。哇，那个成效不是吧？那个信心是在底部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这场打回来，好，还有两战。對Yes， 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哇，这衣服只用一次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至少前三名。对，前三名，我们至少获得一面银牌。一胜一败，比一次比赛拿一次胜利，第二次比赛的话可能就两胜。哎，本来是想说一胜一败的可以晋级。对，但我知道我们算是还是有那个胜负心的。对啊，我们那个潜力已经爆发了吧。爆发了吧。明年啊，明年变第二届，对不对？这边再多一横就可以了。我第一、第二届的。哇，可以啦，二月三号只能去旁边加油了啦。对啦，对啊，我们都会去吧。我也绝对会去。好，好，绝对去。看看我们的这个他们这周要干嘛？他们这队呢，可以打到什么地步？没错，因为他们真的蛮强。说不定我们明年就直接隐姓埋名，我们从海选开始打。我们不要说。那可能真的连我们都看不到。不是，那对手太强了。但今天不错，因为我觉得看到人家那么强哦，就觉得说好，就是没有那么可惜了。对，因为而且发现说真的差很大很大。没错，跟我们练习的时候强度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练习还想说哇稳了，对，很有自信。对，来这里真的是不行，差太多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斗派会外赛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接下来2月3号应该影片上的时候还可以买票，大家赶快票买起来。好啦，我们是我第一届的呢，耶！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